大家好，我们是天狼乐器。那在园艺公司上班的人呢，种花的技术到底怎么样？来，你们好奇，是不是我更加好奇？啊，为啥呢？因为讲了这么多年的说乐器，看看他们今天能搞出来什么样子。那么这么多小伙伴来自我们公司的各个部门，我们搞一个比赛，同一个品种都是青桔，然后同一批苗都是一起种的，种的位置也都是这一排，然后每组抽一颗，去看他们冬季横拉绑扎，咱们四骡子四马终究要拉出来溜一溜，那么我们去看一看他们干的怎么样，当然干得好了我们是有一些奖品的，走。字条尽可能留长，3毫米以下的剪掉，你们剪的有点狠了，你看看你们剪、剪成个杆儿，剪成个棍儿了，你看看人家，看看、看看人家的啊，不要剪太秃，藤蔓越紧条子留的越长，开花开的越多，还好这个是练手啊，没事，张老板的叶子不用撸啊，这没关系吧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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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像这种叫老枝条，那这种叫这个没有活力的枝条，这是去年的，你看上面没有活力，这就直接从这下面剪掉，你剪掉了你这个不没有，这个是这个那啥，这是练手的，你他们这种比赛我就不管了，我这不得一个一个教吗，是吧，是的，你看来你看这个你看啊，如果是不敢动手，注意衣服啊，刮坏了衣服不赔啊，我们老铁是不需要的，老铁是技术能手，给你来个特写。哦，好，什么？你看啥？这个三儿不易。可以看的。好疼啊！这是我的吗？这是奖品啊。啊。这奖品。拿这个手套，戴上这个手套我就免除受伤了。哦，今天太倒霉了，不戴着吧。有尺寸的。这个是谁的？算王明星的吧。先算王明星的啊，跟他说我先戴着。来，我们媒体的小伙伴干的也还可以，媒体的小伙伴干的还可以啊，来，等会儿，我们这个藤本啊，它这个枝条要横着拉过去，越横发芽发的越好，剪短也可以横啊，这个是这个财务人士的啊，你看啊，3毫米以下的剪掉啊，3毫米以下剪掉，先把这个尖剪掉，你看，然后像这个，你看这个太细了，在尖上。这个粗剪掉，像这种地方一点评就变成了帮忙，那在直播呢，不要说脏话，让你们点评，来，我看看这俩小伙子干的，这俩小伙子说人家这个生产是降维打击，我来看这俩小伙子干的还不错啊，那秀秀啊，像这种是没有价值的，从这里剪掉，你先看一下狼哥的表情，他刚才看别人剪的时候那个表情，你很干活，看着开心。对，你们可以啊，开心吗？可开心了，总算有人把我这个花墙给剪了，啊！你这是来帮忙来了，啊？有人违规开涮，哈哈哈！我看好脏啊！哎，你今天这嗓子怎么了？怎么就像直播了半天一样的嗓子？来，合影一个，好，先合个影，快点，嘿，谢谢老板哈，好，油光锃亮，就是完美，来点，来，我们打多少分？说看一下，我们给最少80分是有了，80分，然后剪子给我了，这里还有几个地方啊？你看，像这种地方，你看这太细了，太弱了。啊，这个就剪掉，然后这个你看看，像这种剪一下，要不然它上面长出来全部都是盲枝。第二个是谁？剪刀的话，你看，你用哈。料是谁？啊，这俩伙计完事了。哎，剪子给我来。我还剪了一把剪刀，拾金不昧奖啊，加分。啊，你看啊，你像这根枝条留着就毫无道理，这一根枝条，你告诉我这个枝条它怎么能争得过这根养分？你看看。这根枝条养分一起来一抽起来，你告诉我这个它怎么能开花，而且又在这下面被遮住了，你告诉它能开花吗？这个啊，不是说你弄得漂亮就行，你要考虑功能性的，你像这一根枝条它就没有价值，
啊，还有这根枝条，这根枝条也有也存在问题。这根枝条，啊，你告诉你这个弯曲度是啥意思？这个尖你看那上面它根本就没有芽点，细节要注意一下。你回头你们绑那个大的藤本，这种细节都要注意的。可以了，嗯，几分？这个，我估计能答85分吧。你们完事儿了？完事了。我来看，后面明白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一根枝条明显不对的，不应该留的。你这个这么粗，这个这么细，养分根本就供应不上。你看这个瘦了吧唧的，然后像你这个有点太向上了，你可以整根枝条往这边下面拉一拉会好一些。那我这边如果这样拉，这边就少两根啊？这不都可以拉过来吗？多少分？这个，我觉得也就85分吧。这个好在就是边上有人照顾你啊，要不然你这个就废了。这个首先呢是把上面给齐掉了啊，另外的话这个绑扎的比较丑，然后像这种的细节没有注意好，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，这个基本上是不及格的啊。你们去看看人家怎么剪的，一会儿剪的时候学一下啊，其他的没有啥。这个看客服的，客服剪的最好。但是你这个啊，明年的苗你这长是最大的，因为你剪的最狠的它开花开的少，那它就是会长苗。来，这个是谁的？这个你们的，你们剪的问题不是很大，就是绑的有点丑啊，因为剪的基本上都是按照要求去剪了。然后你看像这个你往这边围的问题是啥？这一根枝条啊，你看你这个根枝条你往这边跑干啥？你直接拉过来不就好了吗？啊，你看你拉过来不就好了吗？你不要怕跑到人家的地盘，怕人家地盘怕啥呢？那你这个也是呢，你这个也拿过来嘛，这两个正好这块的枝条不就饱满了吗？啊，然后你还有漏掉的枝条没有剪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这个也就70分吧，再绑一绑，这个是谁的呀？这个主播的是吗？那这个太细了，供不上，养分供不上的，因为这根太粗了。如果他们粗细都差不多，你这个它是能均匀分配的。你看这根枝条有多粗有多长。然后我看看，你这个形状绑的是最漂亮的啊，两边分是最好的啊。是的，这个可以给90分，整体上挑不出来什么太大的毛病。然后就是有几个问题，这个顶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这个。你还涂个遇上涂抹剂，想拿这个加分吗？不用啊，我是为这棵植物好，对，为它着想。其实没有什么必要。肤质，但是还是得加点分。直播心眼子太多了，老板，我们专业，稍微困一点。没给加分，不给加分。自己得加东西过来。不是，人家还有拾金不昧的呢，是吧？然后这一根没有动作，这一根没有动作，这一根。如果没有动作的话，这可以往这边来，这可以往这边来，这往这边来，绑一绑，这个剪掉。像这个尖儿都往两边分一分。因为我围栏就这么高，你到上面一长出来，直接就睡下去了。往两边分一分，那这个也往两边分一分。这个75分吧，这个。75分。7号还有哪个？我7号。哪个是7号？啊，还有一个没完事儿呢。丑。啊，它这个丑，它有先天劣势啊，本身苗不太好，但是整体的绑扎的。枝条的布局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就是细节上没有处理好，整体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也就75分吧。这个，因为毕竟还是丑了一些。我们是100分啊，刚刚。真的吗？是的呀，8号，8号是100。我没有评过100分。我们下面都结冰了，但是面之后你在做手术，他已经裂开了。他没裂开。他有没有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可以稍微给他扎一下，他那个伤口就会长好。是我太帅了，他看到我裂开了。另一边。哎，这边松掉了。要这样子。姿态变了。好。哎呀，这个接沙袋还得来个吊绳来，狼哥。什么时候抱着我？今天在哪没上啊？哎呀，他可以。
了，不留神要不要发脾气了？啊，光看你那纸挺过去了，是吧？打分数。妈呀，果然拉就是包邮月第一月十号到二十号啊。正好我们春节嘛，今年比较晚。咱们是多少个人啊？十六个啊。苹果够吗？不够啊，那还有箱梨。这种机会难得，现在我们放弃了。哎，你们晚点走，狼哥请吃苹果啊，吃完苹果再走啊。对，你们没干活，只想白嫖。人生团建了呢，啊？怎么弄成团建的感觉了呢？老板，哎，羽绒服穿了十年了，扎了个洞。十年该换新的了。让我们拿第一，就想洗半个，对不对？我也去看看。过一会儿回来，过一会儿回来啊！说，直接说分数。直接分数，它要这个两部分啊，一部分是它整体的一个造型，另外一部分就是它的细节的控制。因为刚才发现了，大家这个。很多地方都是失分都失在细节上，像它这个基本上你看均匀程度两边相对来说都比较均匀了，但它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中间的纸条比较多一些，这些直立的太多了，这些你这些直立的到时候你全部都是朝这上面去长的啊，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即使斜着也是让它逐渐斜着上来，这样的话它分布会好，你这些过度斜了这些就不斜了，那这些所以这个就85分吧，嗯。光秃在哪里？啊？光秃在哪里？来，这个，嗯，这个整体上布置的还是比较不错，它没有一根垂直枝，啊，上面那些都是斜着的，整体的布局，包括顶端的处理，这个应该能得95分吧，嗯，来。这个也差不多，这个也挺不错的，这个你看看能不能挑出来毛病，没有啥毛病，所有的老化枝全部剪光了，没有一个老化枝在上面，也没有哪根枝条过度重叠，像这种的枝条它也给分开了，所以说细节处理的比较到位，因为这个品种细枝也开花，所以说细枝保留的数量也是够的，满分。我看看跟那个比一比，我觉得还是这个更赏心悦目一点，这要比那个多一点。嗯，98分吧。98分，目前为止全场最高分98分，谁的？哪个部分的？生产的，太棒了。嗯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做的也不错，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是吗？运气不好，那你有啥办法？你看这些枝条都朝这边长。但是临时调整了一个，估计这个开花起来这边会铺出来一大片，会非常漂亮。嗯，瀑布型的，所以说创意分是比较高的，所以给加持一点，我觉得最少也得是95分吧。哇，厉害呀！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基本上是新人现学现卖的啊，但是学的还是像那么个样子，但是就是细节没有处理好，其实修剪就是修剪个细节，特别细弱的枝条都在上面，休眠枝啊，这些没有活力枝条也都在上面，但整体上来说其实还是挺不错的，应该也是能得到85分的。好，嗯，85分怎么样？这个呢也是跟第一个一样，中间的枝条太直了就这下面很可能就不发芽，只在这上面发，这块就会空住，而且空住中间又没有相应的枝条补充，你看都是过于直的，所以这个就80分吧，这个，嗯，80分也很棒棒的。啊，这个呢挑不出来，因为我这个看了很久也没挑出来什么毛病啊，细枝条粗细处理的都比较合适，没有一个这个枝条是能浪费的，那排列的比较这个均匀，另外的话它这个所有的都处理的都挺到位，没有多余的，所以说这个先暂定跟那个98分一样吧，一会儿再去 PK 一下。出现了，全场的面积先两个98分。
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呢也就是没有什么运气，它的枝条，但是枝条整体的形状还是好的，它分布的方向还都挺到位的，就是上面剪的太狠了。你看这个明显上面还有很多枝条，你看这个，它这个有个4毫米到5毫米，上面应该最少还有一段，它就咔嚓就给剪了。这个就是细节处理的不到位，你像人家那个枝条多，它剪了它是有道理的，这个枝条少了剪就没有道理，那个做的比较粗糙，啊，细节没有把控好，所以这个70分，嗯，然后现在的评分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？要决出来第一名是吗？2个80，2个98分，但是我们可以综合第一轮的成绩，那么综合下来前三第一名是2号，哦，鼓掌，鼓掌，第二名是6号，鼓掌。五号，不是，就你这三，颁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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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颁奖，颁奖来，嗯，第三名谁呀？啊，你们，你，来来，给花，哎，你们奖品是什么呀？2包肥，2包肥，来，每一包，每人拿一包肥走啊。好羡慕啊！好羡慕是不是？那，好，好，展示一下。下一个，你小心点，小心一点，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呢你啊？2包肥了，啊，人家说你们两个叫降维了，然后你俩不得发表一下感言呢，啊？输给了直播组，很惭愧。嗯，我再接再厉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生产的那18000根的6.5就交给直播的人去指导去排单哈。出最好的名，出最好的名，你看看这个好。好了，下一个。来来来来来，我那个龙萨花香、含鲜花香就拜托两位了啊啊拜托了啊，拜托了啊。来，手套过来，来，来有份儿，来，参加都有份儿，来，来，哎，明星，你是这个，我替你用了。第一届金剪刀藤本修剪绑扎大赛圆满结束。好。